Hello， 爸妈，我到葡萄牙了。今天是2011年的1月31号，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旅行啊。我现在呢是在他们的机场，所以你看我自己一个人就带着一个箱子，然后拿着一本地图。好累哦，我现在有住的地方，因为它这里有很多的山坡，所以我必须要一直爬坡，一直走，一直走，走很远。然后问了3个路人，还好都有好心人刚路过。然后你看这边的人，他们的窗台都还会挂很多东西，很像这样子，很酷。我现在呢要快点去 check in， 然后 check in 完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出来走，开始认识一下里斯本。终于找到了，看到吗？好像的，我是给你找的，好难找哦。你看，不是我已经。葡萄牙呢，既然到葡萄牙就一定要到海边嘛，因为这边是以前是海上的强国，然后像是哥伦布也是从那边出发，虽然是西班牙人，但他其实是在葡萄牙学航海技术的。我家后面朋友正前方这个呢，就是泰加斯河。然后泰加斯河的入口是葡萄牙全部的政治啊跟文化中心，像是总统府啊、议会啊，然后外交部、国防部、总理府都是在这边，都是在里斯本这样。好酥哦，正宗的葡式蛋挞，因为我在葡萄牙。刚刚遇到一个很好心的阿公，他人真的很好。其实一开始我还有点戒心，但是他真的很好心，因为我在杂货店遇到他，然后我在找地图，他就可以教我。放啥？Это Бразилия. Pardon? C'est un plaisir de garder ça. Oh, mais c'est un monde. C'est un monde. C'est très, très intéressant. Oui. Ça, c'est une carte en train de faire. Ah, ou un restaurant? Restaurant. Restaurant. Si, si. C'est pour les personnes de la part de Portugal. Très belle.我现在要搭第一次他们那个斜坡的列车，非常有名，现在要搭了。Maxi， Get up, stand up, get up, stand up, get up, stand up, don't
too sick and tired of your ism, schism, game. Dine and go to heaven in Jesus' name, Lord. We know and we understand. Almighty God is a living man. You can fool some people sometimes, but you can't.